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朵莉儿。没错，今天就是要回答大家非常多人问题。首乌，你可以拍一个局部的双眼皮贴胶水，我差点变外国人。OK， 好。首先呢，有在关注我的影片，一定知道我的双眼皮贴是用什么的。我双眼皮贴呢是用这个一捆的，然后我是在美材行买的。好，那牌子是这个 Cosmos C O S M O S， 包装呢是粉红色的，上面有小花朵，价格是40元。好了，我讲的够详细了吧？不要再问我喽。准备个小剪刀，把它咔嚓剪掉，剪出一小段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会剪一个双眼皮贴的形状。那就是看你喜欢厚度呢，你双眼皮要超厚，你就可以剪厚一点。那我呢，通常都会剪这个厚度。好的，哎咻 ，OK， 那这个不要丢，因为另外一边可以用。好，那我先教你们这个怎么贴。好，我先大概剪这样子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对焦对错了，不要对我的脸。哎，好，像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会准备个小夹子，然后把它夹起来。OK， 好，然后再去修一下形状，你就好。那好，今天来看一下我的双眼皮。好，今天双眼皮算乖的。平常呢，就是有时候就是这只有双眼皮，然后这只就是非常多层。你们其实可以仔细看，就像这样子，有没有很多层？对，就像这样子。但我会觉得，两只眼睛会不平衡，很丑，所以我才会贴双眼皮贴。但是呢，都被我朋友呛说你贴双眼皮干嘛？好的，反正呢就先这样子，我会先捏出一小角，然后呢双眼皮贴哦。补充一个，很多人都问我，有时候你的双眼皮贴会贴那么上面。好，我要告诉大家原因，因为有时候我拍影片啊，或者是拍照什么之类的，我都是在早上的时候。但是呢，早上的时候我就是那种很容易水肿，然后我的连眼皮都会水肿的那种，所以我的双眼皮贴一定要贴在水肿的眼皮上方，也就是你平常贴双眼皮，如果在这里好了，那如果就是我会水肿的话，我就要贴上面一点，因为呢，它在消水肿的时候，眼皮就会降到这个位置，就是最刚好的位置，所以我一定要把双眼皮贴贴得很上面，这样它在消水肿的时候呢，就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双眼皮了。我会先捏双眼皮的后半段，然后呢，我今天双眼皮好像蛮美的，呵呵。平常啦，我就是如果很这样子，你们看有很多层的话，那我会选一个我喜欢的厚度，那大概可以这样抓一下。好，那我就贴在这里这个位置。那我贴的方法呢，是先贴一小角，就是先贴一小角。哎，不对，到家好烦哦。好，贴一小角。就是你先把一半的地方先贴牢，好，贴牢，好像这样子。那我建议大家不要往太前啊，就是你可以选择，这个位置或者是后面一点的位置，因为后面一点的位置贴会比较成功。好，你这样贴小角的，对，然后你会感觉到一种拉扯的感觉。好，那你们看看我现在画过眼影，然后就算我的这个双眼皮贴贴上去了，还是非常的黏。好，这是一般双眼皮贴做不到的事情，没错。好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拉扯的动作呢，非常的重要。好，因为你拉你的双眼皮贴才会成功。好，我会这样子，稍微眯眯眼，然后把它拉过去，拉，然后贴，就是拉，然后贴。好，大概像这样。你没有看到，其实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被我拉扯的一个小皱褶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成功了。这时候呢，再用你的小夹子把你的双眼皮贴贴紧，一定要贴得很紧哦。好的，虽然这个动作看起来好像也有点恐怖，你就这样子把它贴紧，好，把它粘好。这时候你再 open your eyes。哦，有没有？
有没有一个深邃的双眼皮就完成了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很深邃啊？有没有？这样就行了，那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双眼皮。好的，好，我贴比较差异比较大的，好，我贴上面一点给大家看，因为我今天的双眼皮就是，还蛮刚好的厚度。然后如果呢，我来示范一下，就是，有贴双眼皮的厚度的差别。那今天呢，我双眼皮已经在这边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要再贴更厚，你就要更往上贴。然后贴一个比较夸张的位置，好，那我贴这，贴上面一点，好，你就先压着，把前面压紧，就是粘牢之后呢，你把你的双眼皮往后拉，就是你的眼皮会感受到一个拉扯的感觉，拉之后呢，往后贴，而且呢，它又很粘。就是不管你在上眼影或者是怎么样，它都粘得上去。好，粘好了，张开你的眼睛。没错，就是你看到的，是不是很深？有没有？很深吗？有没有？瞬间就是变深邃，有没有？啊？好了，就是今天的双眼皮教学，希望呢大家会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有任何问题呢记得留言给我。好的，那也记得就是留言给我说，就是你们想看什么局部类的都可以，就是可以密我。对，然后呢不要再呛我的指甲油了，我就是喜欢这样，怎么样了？好啦，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